生活在数码时代，父母经常担心电子媒体对小朋友成长带来不良的影响。启智玩具品牌 KissKiss 旗下的 KMagic 是专为0至6岁儿童设计的全方位学习机，小朋友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电子世界。 KMagic 2有数之不尽的精彩内容，包括30集 Patrick 与好朋友益智动画，教到小朋友学会爱与关怀，互相分享，爱护大自然，丰富创造力和想象力，还可以在观看动画同时学习不同的语言。What's your plan, Patrick? 黄色的雨靴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大蛇哥，齐齐搭配。用 KMagic 学习英语，由字母表开始，小朋友在上学之前就可以轻松认识字母，还有多达200个英语单词。Head。超过380个启智游戏，通过游戏我们可以学习颜色、形状、图案、方向、配对、逻辑、简单计算等等，令小朋友在游戏过程中学习到丰富的知识。看着8首经典英语儿歌，一起唱歌跳舞，跟着小白锻炼身体。还有大自然乐章和安抚音乐，让 BB 可以安然入睡。由细培养阅读习惯 ，KMagic 2附带嘅实体故事书可以一边听一边睇。In order to reach the dinosaur cave, they had to go. 仲有9本电子书，每个故事都配有广东话、普通话、英语同日文。咁多精彩内容，全部系由教育专家设计而成。KMagic 系小朋友理想嘅全方位学习机。全新嘅升级版 KMagic 2，除咗保留第一代所有获奖内容。仲增加了很多全新元素 ，USB 充电功能和16:9触控式荧幕。KMagic 2为你的小朋友在这个数码时代开启奇智学习之旅。由 KMagic 2全方位学习机，做个聪明的宝宝。